入伏的北京进入了最热模式，同时也进入了一年中最适合开启夜生活的时候。伴随北京夜经济 3.0 版启动，商家们在促消费上更加活跃起来。从消费业态看，伴随堂食恢复，舌尖美食已成北京夜经济中重要一环。吸引消费者的方式从来都不只是餐饮，不少商户在环境布置和娱乐弹唱上下了功夫。琳琅满目的户外市集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遛弯消遣的新居住。夜经济更大的意义在于促使城市文化更加活跃，让城市经济更加繁荣。因此夜经济的发展也要迎合时尚、艺术、沉浸感的打造，商业项目要与周围的艺术馆、博物馆、书店等业态形成联动，才能带来实体商业的真正繁荣。